刚开始当然是凉的，可是真的不到十秒钟，我就感觉一个热。哇，好棒！我一直在换，我换了至少三个位置，然后就就拿着拿着，他讲着讲着，我又暖起来了。我怎么会这么神奇啊？我们一般人来讲，最容易头痛是因为你的颈部的保暖跟这个循环没有做好。那像我们一般来讲，你常常会觉得这两个地方，这个点跟这个点，这是我们一般人体穴道的风池穴，还有这个所谓的风府穴，还有这个地方有个亚门穴。这个地方是我们一般的穴道位来讲，在受冻受寒，它是最容易做紧缩的。这个是舒曼波的围脖，那它里面用到的这个是石墨烯的纤维，它的传导性跟传热性是非常够的，所以它整条你在围上去之后，刚刚好围在这个地方，就把我们刚刚讲到的三个穴位都把它盖住了，全部盖住了。其实五分钟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颈部这边的温度开始升高。娇哥，你可以放在手上，就很有感觉，你会发觉到你的手心会比刚刚的温度还要来得高。我立马就有一点我暖暖的 feel 你在脖子应该更有 feel 吧？其实刚放上去没有十秒就有。对，我也是。石墨烯是这样，你的体温给它以后，对，它五秒会给你远红外线。有，我有感觉到。然后它不会在皮肤，它会到皮下。对对对，石墨烯提供的体感温度大概在23到29之间。OK， 因为过了29你会觉得热，所以它可以平衡。对，它会平衡。像有些发热。